《仙剑奇侠》已于10月15日在方块游戏平台发售了。这款游戏要在方块独占1个星期之后，才会在 Steam 平台发售。我那天刷脸去向官方要了一个 key， 人家痛痛快快的就给我了。不过我估计人家也没看一下我之前制作的视频。我是长了一双能发现各种槽点的眼睛，人家要是知道我的风格，那就不好说了。小伙子太年轻啊，我是不可能因为一个 key 就对你游戏口下留情的。这款游戏的实际大小是有65个G， 哎，听着不小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把游戏的容量跟厂商的良心挂钩，但其实两者没半毛钱的关系。进入游戏，我先调整了一下画面，全都是无脑最高开，但是分辨率我明明是 4K 的屏，怎么就给我识别成了 1080P 了？后来我找着原因，就是我把桌面图标给放大了，因为 4K 分辨率不放大看图标的话，那就太小了。但是其他游戏都能正常识别屏幕分辨率，而这款游戏却不能，可见制作组在 4K 分辨率的优化上连最基础的事情都没做好。如果这之间是有什么误会，我冤枉了制作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就是游戏里的人物属性和装备这一栏，这里的人物明显是骤然降低了分辨率。可能你们看 1080P 的视频不会有啥感觉，但是对于 4K 玩家来讲，这个人物就是一堆马赛克，全是狗牙呀。平常看女主角的腿还算赏心悦目，但是这个界面里的女主角的腿直接可以拿去当锯子使了。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制作组没有优化好4K 分辨率了吧？你这里面的人物绝对不是 4K 的。游戏的画面乍一看还不错，但是也仅限于乍一看了，很多细节糊成一片，人物建模塑料感满满，表情僵硬无比，面无表情也就算了，有时候说话还不张嘴，一个个都是腹语大师呗。而肢体动作，我都不要求你做到张弛有度了，我就求你别从头到尾都慢得要死的，行不行？几乎所有过场动画人物都是在做匀速慢动作，那他们不就是一群假的不能再假的假人吗？那一群假人搁这儿爱来恨去的，伤心了，流泪了，开心了，拥抱了。不好意思，我实在做不到看一群假人表演而不出戏。这要是演员在演戏演成这样的话，估计得被导演骂死吧。谁能把自己带入到假人的情感世界中去啊？那要说以前游戏都很假，画面表现力还很差劲，我们怎么就不吐槽呢？那是因为当全世界都那样，我们就没有体验过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但是现在国际上的游戏我们又不是玩不到，单论画面人家都已经进步到什么水平了。不要总是拿国产游戏不能跟国际大作相比作为借口，你这款游戏又不是小投资，那我就不得不吐槽了。另外我完全无法感受到这款游戏的光源系统，尤其是室内场景，像这些建模拼接的地方，难道不应该有渐暗变暗或者阴影吗？就这种乱成一锅粥的光源系统，竟然游戏里还有光追选项，光追开与不开的区别就是一个帧数高点，一个帧数低点，除此之外我完全看不出有啥差别。我强烈建议厂商先去打磨好游戏的细节，再说去追求这种先进的系统吧。你刚学会走路，你跟人比什么百米冲刺呀？我也明白有光追作为噱头可能会提升游戏的销量，但是你把它做得这么烂就拿出来卖的话，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咱们看看这个房间，请问什么光能铺得这么均匀且没有死角啊？游戏里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光源还没整明白呢，要啥光追啊？你是真的看不出这样的场景会给人特别生硬的感觉吗？当然本作画面也不能说一点优点都没有，首先色彩搭配很艳丽，我很喜欢，某些场景看起来大气蓬勃，值得表扬，服装的质感包括很多物体表面的质感也都不错，但其实这些多少也是沾了人家虚幻四引擎的光哈。还有就是女主角虽然颜值稍显拉胯，但是她的腿那真的是腿玩黏，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哈，我本来差点都没耐心玩下去了，但后来打了个去白秋裤的补丁，瞬间我就又想玩了。而且我们看官方的例会，其实人家本来就没有穿白秋裤，那为什么游戏里女主角却穿了白秋裤呢？你说为啥？这还用问？另外相比人物在过场动画时的肢体动作表现，角色在进行战斗的时候那动作大开大合还是挺漂亮的。不过近些年做的比较不错的动作游戏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水准，动作的华丽程度大家基本上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了，而容易出问题的是手感。假如一款游戏不告诉我是不是国产的，我能单凭手感就判断出来它是不是国产游戏。因为国产动作游戏现在似乎走入了一个瓶颈期，那个手感就很奇怪，它不像日式动作游戏那种轻快感，也不像欧美动作游戏那种厚重感。本作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哈，它是一种画面看起来很轻快，你看人物跑起来轻盈的很，哪怕是急转弯也不会有多余的动作，然后镜头又拉得很远，不太适合判断敌人的攻击意图和招式，方方面面都给人营造了一种轻
轻快的感觉，但是实际体验的手感却很厚重，这就相当于是你要用黑魂的操作去玩鬼泣，手眼很难同步。另外就是仙剑七做的太像网游了，简直就是离线版的网游，同屏四个角色与敌人开打，那花里胡哨的技能往外不停的释放，我啥也看不见了。况且你还是这么厚重的操作手感，我就感觉我操作的角色一直在挨打，显得我的操作很拙劣。其实我不至于手残到这一步吧，怎么说我也是只狼都全成就的选手啊。游戏中很多场战斗都是 boss 战，一旦到了 boss 战，那 boss 可是一点硬直都打不出的，不过有时能打出昏厥，这个和硬直不一样， boss 的招式是不能被打断的。那么再加上角色动作前摇后摇都非常巨大，这让我找着了多年前玩网游时跟其他玩家一起下副本的感觉。我们不是在用自己的技术和敏锐的反应干掉了 boss， 而是通过装备的优势慢慢磨死了 boss。 当然这款游戏是以 RPG 为主了，只是我觉得动作的部分最好能再细抠一下。就目前来看，这个手感我勉强给一个及格分吧。以上这些以我对游戏的包容度，我觉得还好，不至于玩着玩着就让我烂尾了。而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本作体验最差劲的地方，也是一度令我差点放弃这款游戏的巨大缺点，那就是本作的流畅度。倒不是说它的画面帧数流畅度啊，而是它 loading 的次数多到简直令人发指。现在国际大作都纷纷开始追求无缝衔接了，这样才能给玩家以充分流畅的游戏体验。就算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量把 loading 给归纳归纳？以前电脑内存不够没办法，但是现在的电脑别的配置不说，可内存最起码不会太小吧，你至于走三步一黑屏说两句一 loading 吗？这款游戏真的是黑屏接 loading， loading 接黑屏，割裂感满满，你剧情再好我也看不下去了呀。更何况本作剧情是既俗套节奏又巨缓慢，我都玩睡了。我就感觉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不停的在等待。本作的流程长度差不多有20个小时，我是赶着玩的，用了18多个小时通关的。听这流程长度也不算短了是吧，但其实这里头我感觉最起码得有1/4的时间在 loading， 每次 loading 时间吧要说也不算长，黑屏也是往往黑一下很快就好了，但是架不住实在是太多了。你这边刚 loading 完轮到我操作，我就推了一下摇杆就又黑屏了，我他喵谢了你。因为你是国产游戏，我要对你有所包容，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挑战我的底线吧。那接下来说说剧情吧，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期视频我就先不剧透了哈，毕竟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Steam 还没上线，你让我这时候剧透别人一脸不合适。简单给大家说说我对剧情方面的感受吧。哎，仙侠题材这么些年了永远是老样子，你给人固留的悬念让人用脚后跟都能猜到，你剧情该反转的时候也被人掐得死死的。什么叫我看个开头就已经知道结尾了，这个剧情就是如此。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差劲吧，它也不至于，它就是中规中矩的慢慢推进。你想要什么惊喜，那不好意思，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你点的就是一份汉堡快餐，我总不可能给你上一份海鲜盛宴吧。正是因为我对剧情本身就没抱啥希望，所以我也没有啥失望的。那有没有我点了一份快餐而商家却给我上了一份盛宴的游戏呢？当然有，不过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说是哪些游戏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说说给你带来过惊喜的游戏。我觉得仙侠题材的剧情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了，那些早就该拆除的老框架还留着它干嘛呀？如果你们实在找不到好的剧情构架设计者，请联系我，我也厚着脸皮推荐一下自己。我认为我最起码能写出一个令观众耳目一新的故事框架出来，比如你以为这个时候肯定该有反转了，哎，但是它就没有。比如玩家扮演了一个坏人角色，后来要转投到正义的一方，谁规定了他不能从头坏到尾呢？也许有人说这样不是传递负能量吗？你信不信我从坏人的一方照样给你传递出正能量出来？反正我写的故事最起码能做到不会让观众只看个开头就已经猜到结尾了。当然不让我设计故事大框架，只是设计一些小情节也可以。以我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冒出来的新奇的脑洞，我觉得我应该是能胜任的。只是大家在玩本作游戏的时候就不要对剧情有太高的期望值了。你想要跌宕起伏峰回路转，那没有。你想要这个故事有多凄美，把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的，那也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沉下心慢慢玩的话，这个剧情还是能带着玩家渐入佳境的，前提是你能熬过去中间那巨无聊的几个小时。一个好的剧情在结束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跟失恋了似的，当年美国末日通关之后我陷进去一个月都拔不出来，全游看完了之后那也是陷入很久很久。这个仙剑七也会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吧，只不过拔出来的太快了，以至于我完全没有想玩2周目的冲动，恨不得一通关就赶紧把游戏
戏给卸载了，别在这占着硬盘了，还这么大。本作游戏做的这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场景做的还是相当恢宏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谈谈这款游戏我觉得最值得点赞的地方，就是它的配乐。要说吧，配音和音效整体也都还行，只是配乐那是出众的好，我太喜欢这个配乐了。本来平平无奇的剧情，但却被这个配乐给撑起来了。通关的时候我本来是不想感动的，但是那个配乐一响起来就莫名的让我有点感动了。仙剑七的配乐确实没得挑哈，音效和配音上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感觉配音的音量有时会太小了，但是这点也瑕不掩瑜吧，就这建模在表演的时候很难让人不出戏，但是配音比较到位，多少还是能把玩家拉回去一些的。再来就是游戏中的谜题设计，有比较差的，但是也有那么几个有亮点的，整体玩还行吧，反正基本上是没卡到我。而相比之下有几个潜行关卡那简直就是差的一塌糊涂了，给人感觉这根本就不是一款国产大作，更像是一个独立制作人搞出来的小游戏，一点优化都没有。敌人的判定我也搞不懂，我不知道游戏里添加这几关有啥意义啊，既然你玩不转潜行，那你还做什么潜行关呀，你这不是招玩家喷吗，你还不如把它给替换成战斗关呢。还有令我极为不爽的地方，就是本作的难度不是缓慢提升的，而是一下子突然就提上来了，之前战斗还打得挺顺溜的，然后说打不动敌人就一点都打不动了。遇到这种情况玩家只能回档回去提升自己的装备，而有时候这个回档回的还挺多的，你回一点没用，因为接下来又是你打不过的战斗了，那你回的多了吧又会觉得很可惜，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很容易让玩家产生烂尾的念头，所以游戏一定要把控好对难度的提升。另外我在游玩的过程中总共遇到了三四回比较严重的 bug， 是必须退游戏才能解决的，一个是建模没有及时刷出来我就掉下去了，永无止境的往下掉，还有就是打着打着卡视角了，这个太难受了，并且换角色也无法解决。小问题的话就是贴图和人物没有及时刷出来，你说这个是我硬盘的原因吗，也有可能，我这次确实没有安装到固态硬盘里来玩，但是我这毕竟也是个新的机械硬盘啊，其他游戏玩起来一点问题都没，偏偏这个游戏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是否说明还是他没优化的太好呢？有时候小月姑娘跟他爷爷对话，话都说完了他爷还没出来呢，那我硬盘再慢也不至于慢到这个地步吧，再说你那么多的 loading 次数竟然还不把这些都给直接 load 进去。好吧，评测的部分我就先讲这么多吧。这两天我看很多评测的主播都是拿这款游戏跟前作进行对比，说仙剑七进步有多大，战斗机制也改了，不是难道大家的追求现在都低到只敢拿一些渣作出来进行对比了吗？仙剑五仙剑六口碑有多差还用我说吗？我们还敢不敢有点追求，这款游戏好歹也是斥资5000万花了3年打造的，我只想说仨字儿，就这样，你钱花哪儿去了？如果这样的游戏都花了5000万，那你们游戏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优化一下自己的团队，聘请一些专业的外援，剔除一些无法胜任的员工，像触发剧情的时候人物无法平滑的移动到给他设定好的位置，于是游戏就干脆让人物直接瞬移了过去，那这么生硬的设定人家国际厂商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像这样生硬的问题的话，难道我们不能请个专家外援来教教我们吗？这样的游戏若真是斥资5000万打造的，那只能说明制作团队里吃干饭的人太多了，你看参与制作本游戏的人有多少，那我就想问问真正有价值的人又有多少呢？光这些人的开销都是一大笔钱了吧，与其是这样还不如精简一下自己的团队，然后把玩家真正的主要需求先给打磨好。你可以把流程做得稍微短一点吗？你也可以不把场景做得那么恢宏吗？你的配音阵容可以一个人多配几个角色吗？还有光追要啥自行车啊，咱先把脚下的路给走好了行不行？你拿出一部真正的好游戏，但是碍于经费的问题不得不把某些地方给缩水了，那玩家看到你的诚意才会更愿意掏腰包嘛，相信你下一次就能打造出更完美的作品。我拿嗜血印做个比较哈，那款游戏确实完成度很低，但是人家就3个人并且也没什么投资，可见他们最起码在优化自己的资源分配上做得还不错吧。我也知道国产游戏确实需要国人的支持，但是同时你也要做到不浪费国人的支持，相同的这么些资源若是投资到别的团队，会不会足以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款好游戏呢？你拿着5000万的资金却交出了一份这样的答卷，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国内其他小型企业估计都得羡慕嫉妒恨死了吧，估计业内人士也会心说，我要是有这钱我肯定做得比你好。对于国产游戏我的看法就是大家行动上要给予支持，但是嘴上不用留情，你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就应该遭到批评。这款游戏售价128元，相比古剑三和轩辕
渊剑七还要贵一些。那这款游戏我觉得是比轩辕剑七要好许多的，但是跟古剑三相比嘛，各有优劣吧。我要说古剑三比仙剑七好，显得我好像被古剑给充值了似的。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细节古剑三确实比仙剑七要好，但是它也是黑屏接 loading， loading 接黑屏。古剑三我都没玩通关就烂尾了，可这款游戏我最起码通关了。回头我把古剑三耐着性子好好玩一遍，再给这两款游戏做个对比吧。所以眼下我就先给个各有优劣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评价吧。我也承认仙剑七虽然我吐槽了很多，那是因为我有意无意的放大了一些缺点。我也知道我这人就是太爱吐槽了，要不然为啥就没有商家愿意找我合作呢？我建议着急玩这款游戏的同学可以买，不着急的同学就等将来打折吧。还是那句话，咱嘴上批评，可行为上该支持还是要支持一下的。我们都希望国产游戏能够取得长足发展，确实我们国家现在对整个游戏行业都不太友好，厂家做个游戏恨不得跟贩毒似的，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爱玩游戏的人去为大环境做点什么。但是呢，也不能出个游戏就无脑夸。不管怎么说，仙剑七这款游戏它不至于是糊弄玩家的，最起码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有缺点还不少，但是勉勉强强还算值个票价吧。冲着小月的腿是吧，也都值得入手了。好吧，我是好师，回头有时间我给大家具体讲讲这款游戏的剧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免得当你想看我的视频的时候却找不着我了。